盖的也真准啊 ！Trey Hill 一个精彩的火锅。是 Trey Hill 从三星过来协防，真的是很聪明啊。外围三分线外的出手，以及投进了三分球。OJ 发起来出手，而且是有了。球被拨掉，再拿回来。外围又是一个三分球啊！无缘，在2018-2019年呢打了八场的比赛。蔡文成靠在对方的身上，一个高打板，漂亮两分。外围底线 ，OJ 三分球进，无理。Oliveira 出来打，想要做一个犯规，没有做到，但他还是投进了这季的外围。下富邦勇士是完全的一个优势，是。比下这个球是有很大的空间的。Trey Kell， 哇！林志杰，这球给出来，曾文鼎直接在外围发包，三分球进。长发飘逸的曾文鼎，成功的组织传球。外围又是一记的三分弹，张文平。火锅打下来，要挑战布拉没这么简单。OJ 没有，靠在对方身上接进去的抛投两分 ，OJ 放进口袋。要把他守下来还真的蛮难。底线出手又是三分球。强调其实今天不能漏掉对方的定点投射。外围，蔡文成也还颜色来了一颗三分弹。对，刚刚蔡文成他自己的协防过多，造成被对方投射，马上还一个。哇 ，TJ Price， 哇，今天实在是太高了。OJ， 耶，一颗三分。OJ 再拿回来。外围毫不考虑，两颗 ，OJ 没有。是手上。对的，曾文鼎一个 step back， 外围出手三分球进，哇，真不可怕，是什么数据？而且第一节打完37，有时候是上半场的时候，哇，漂亮的配合，外围直接拔起来，张博维，地板漂亮，找到林梦雪，新的一个行列，那富邦真的会很可怕。两名球员倒地 ，OJ 外围三分球进，突破三分出来 ，Trey Kell 非常稳定的抛投，是，能力并不是瞬发力很强，是，但是他就是手感很好，而且很懂得抓节奏。洪志善也加入了三分团队，个人突破或者是传球都非常快，火锅直接打下去，前面零 pass。OJ 帅气的两分，左手拿下，再分。Trey Kell， 火锅超杰其实手已经不错了。林志杰 step back 外围三分球，把这个传球直接被预测到了。火锅超杰飞身上去两分，外围掉三分球，郭少杰。真的是全员皆兵啊！上来每一个人都很有信心啊！哇，很快张文斌也飙了一个三分，飞身进来拉杆出手 ，Trey Kell 再来两分 ，Trey Kell 再来，地板漂亮的找到郭少杰 ，Trey Kell。中距离出手又来两分，投篮稳度可以这么的高，是篮底下，这出手终于没进了，底线没有人守 ，OJ 没有三分球进，外围 Trey Kell 又飙三分球了，中距离出手 Price 投进。还有去法国跟匈牙利打过球，
那也在 G League 打过两年，然后来的是 NBA。外围 Captain Su 林志杰漂亮的动作，反手抓篮板。Garcia 靠在对方的身上。Garcia 再往里面打，这一次要到了犯规。Rice 空档的机会了，应该是很有可能。再倒出来，非常大的空档，三分球进，小偷防守战。篮底下，终于让 Michael 逮到机会，双手暴扣。到了下半场，他的命中率降低不少。OJ 没有，三分球再来一颗。哦，卡西亚这个火锅打得漂亮，但球再被拿回去，还是让 Michael 再灌。底角三分球。Kakel 拉回来，向外围出手，三分球再来一颗。哦，这次上来，哎呀，结果自己放枪啊！我们以为要没人守了，结果 TJ 自己放枪。OJ 在顶尖，再来一颗 ，Number 7，第七颗的三分球。三分的追分的能力啊！外围三分线外出手 ，Price 投进。布拉这个活动篮板太轻松了。好，剩下的时间呢，台北富邦勇士也不攻了，让这场的比数是停留在102-89。这场比赛最终台北富邦勇士是顺利的在主场收下2连胜。